台北市南门市场今天一早也涌现了采买年菜的人潮，现场的走道挤得水泄不通，其中熟食区更是满满人潮，要结账得在现场排上好一段时间。还有民众一口气就准备了20000元的买菜金，要把10天份的备菜量都买好。不过营养师也提醒大家，有几道年菜热量地雷要特别注意，像是炸年糕、还有蹄膀笋丝以及东坡肉等等，都是高热量的食物。熟食区前人潮挤了2-3排，市场走道挤得水泄不通。小年夜这天一早，民众来到台北市南门市场，准备除夕夜团圆饭，要围炉的好料。2168。蔬菜摊前也是满满人潮，还有民众买了大包小包，一口气准备好几天份的备菜量。我带20000块要来买。20000块要来买菜，准备10天的过年的份，什么都看，什么都买，什么都不奇怪。买很多啊，干货类，还有那个佛跳墙啊，还有今年的除夕的菜都有买。熟食区超级，去年我来的时候就还好，今年就超级挤。为了迎接兔年到来，还有店家推出兔子造型的豆沙包和流沙包应景，一样很受民众欢迎。那因为明天就是除夕嘛，所以今天大家就是趁最后的机会来南门市场进行最后的采购。已经卖光的是像我们的八宝饭，那白糯米是已经全部卖完了。但围炉吃团圆饭，年菜也要吃得健康。营养师杨思涵和施木恩列出春节年菜热量排行榜，像是象征步步高升的年糕，用炸的热量不低，100公克就有400多大卡，排名第一名。紧追在后的还有蹄膀笋丝和东坡肉，而年菜常见的红烧狮子头，8颗热量就有1900大卡，一整只的熏鸡热量也逼近3000大卡。怎么吃才不怕胖？营养师建议进食顺序，先喝清汤，再夹青菜，接着可以吃鱼和豆腐，这时空腹感已经消除一大半，接下来就可以好好品尝年菜好料。记者陶轩、叶玲凡台北报道。